民国八十年起，更新医院永和分院有鉴于台湾的失智症患者缺乏更妥善的照护，于是与圣母圣心传教修女会合作，由修女会捐出原圣若瑟医院土地，永更出资与天主教台北总教区发起，成立了天主教失智老人社会福利基金会，毅然挑起照顾失智长辈的责任，成为家属的依靠，更努力扮演相关领域的领导者，是国内第一个针对失智老人设立的基金会。我们说这个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开失智老人为他们的服务，他们需要帮忙，所以我们这样子开始。在整个台湾，失智老人越来越多。天主教在十年以前创办这个失智老人中心，实际上也是个创举，希望这个政府呢，还有民间还有一些慈善机构，也能够多成立一些这个失智老人中心，照顾这些老人。一方面能够减轻这些老人他们的痛苦，另一方面呢，也能够减轻这些失智老人家庭他们子女的负担。即使早期国人对失智症关注不多，许多医疗单位亦将失智照护视为畏途，我们仍持续努力，除了与欧洲、香港、比利时建立密切的合作学习关系，更极力呼吁社会大众重视失智症议题。除了与国际接轨，获得世界失智症协会的授权，翻译《老人失智症照护者使用手册》，更陆续有国外的失智症关怀团体来台参访，交流经验。我们所筹办的各项活动都在失智症关怀领域开创领导性的风潮。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在照顾失智老人这个领域，恐怕是台湾最领导地位的。那他办很多的研讨会，那么所开设的这个失智老人之家都是最先进的观念，那么训练很多的这个同仁医师护理，那在可以说是台湾失智老人照顾的一个典范。那么在各项政府所做的研讨会或是照顾的这个研习，那么基金会的同仁都能够带领我们全台湾那个照顾团队一个最新的模式，那这个模式逐渐的在台湾各地在推广。在这里我也表达就是对失智老人方面的建议。从基金会成立初期，我们便持续致力于失智症相关教育，除了建立健全的知识系统，更获得内政部的认同，积极办理种子训练，有计划地培训相关医疗照护人力，更创设失智老人的照护课程，使失智长辈家属拥有更坚强的支持后盾。此外，基金会并办理参与各项国内外研讨会，卫生局社会局亦派员参与基金会举办的失智照护种子团队参访港、日、欧美，并且派遣护理人员到比利时接受五星级专业训练课程，不仅在失智老人照护上扮演推手，使政府更重视相关问题，更与国际接轨，让世界华人社区也都能得到失智症相关协助。更宏观的格局也让基金会的发展与未来更具希望。
我们更与医界合作，深入研究，除了在辅大医学院开设相关课程，让学子们除了学习专业的照护知识，更安排服务课程，提供医学系学生生命价值观与职业观的培育。我觉得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位长者，他罹患了这个失智症啊，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这个困扰啊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基金会来推动筛检的这种方式啊，公告大家。那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推动公益的人呢、啊，我非常愿意。我记得从前我的老朋友郎雄啊，他也在做这件事，那么后来他走了，我觉得义不容辞，我应该接手来做这事。目的是最简单，就是希望能帮助一些失智症的家庭，让他们及早的经过了筛检来机长的得到帮助。基金会在近几年对于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尤其在社区失智老人乐龄活动这一块提供相当多的协助与专业的这个训练，所以基金会事实上做了一个前驱者，他在这方面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所以政府发现了。西元2000年，在永和更新医院和各方协助之下，基金会开办了圣若瑟失智老人养护中心，这也是全国第一所专为失智长辈提供专业服务的养护中心，并由董事长狄刚总主教呈现给教宗，获得了梵蒂冈选为千禧年世界100个具时代意义的计划之一，证明了我们所做的不只对台湾具有特殊意义，更获得了普世教会的肯定。我们重视失智长辈与家人的连结，即使是常住长辈，每周亦需有家属探访2次。我们不仅是24小时全天候照护机构，更是全国少数周一至周六都有日间照顾的机构，不仅给家属一个喘息的空间，为长辈打造一个爱的世界，让他们活得更有品质和尊严，更是我们一贯的坚持。可来这边的话，发现蛮多种东西让他去学习。虽然他当下他虽然他过了事情过了他就忘记，可是掌握住那个当下的情绪，那妈妈就一天比一天的快乐起来。继圣若瑟失智老人养护中心之后，我们也成立了家属照顾技巧训练班，发行照顾手册，希望能协助家属照顾失智长辈。我们更主动跨出脚步，将触角延伸至社区据点、居家服务、送餐服务，也接办万华老人服务中心，为独居长辈递送温暖的关怀。我们并成立失智老人关怀大使志工团，以更全面的方式为失智长辈提供更完善的服务，也获得台北市优良志工团队金钻奖的肯定。我期许在这10周年的时候，未来我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贡献给基金会，贡献给这一群失智的朋友们，因为他们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就是我的长辈。今天如果我们能多一点点心情去关怀这些失智的朋友，也许30年后就有另一批年轻人会来关怀我们自己。所以我也借此期许我自己，期许所有的朋友们，在未来的10年、未来的20年，我们能够开始累积自己的善意，我们能够开始为失智的朋友们做更多的事。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秉持这样的精神，我们成为失智症照护的先驱者，并带动国内对老人与失智症照护的关注。
一路走来十个年头，我们深深感谢各方伸出的援手。从来没有一个工作像照顾失智长辈一样这么样的需要彼此互相的团队团结跟合作。我们在服务的长辈的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学习，每一天也面对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战。这样的挑战有体力的挑战，有智力的挑战，还有默契的挑战，各种不同的角度都帮忙我们全心全意的去思考跟去面对每一个不同的长辈，都是一个单独的生命体。我们遇到他们也同时的不断的在学习怎么样从他们的生命经验当中教导我们找到最适合他们的方式去跟他们一起共同生活，也跟他们一起共同学习。爱心、耐心、用心、劳心、开心，这五星是我们抱持的工作态度，更结合了专业的训练与团队的力量，贯穿全人、全程、全家、全队的四全照护理念，提供完整、周延，并且结合更多资源的服务，让长辈与家人都能过着更快乐、圆满的生活。基金会成立这十年来，需要感谢非常多的人的帮忙。早期从香港、从比利时，有一些专家来协助我们建立失智症的一个服务的模式。那另外有非常多的志工投入我们的工作里面，像养护的服务或者一些居家、日间照顾等等的部分，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协助。你们的帮忙不是只有帮助到这些失智的长者，也挽救了非常多即将破碎的家庭，或者已经在破碎边缘的家庭。那未来的岁月，我们真的还需要你们的继续的支持跟赞助。从志工、居服员、护理师、照顾服务员、社工、基金会的伙伴们，用爱心与专业的知识去关怀这里的每位长辈，我们始终坚持用大爱的心做好每一件小事。十年来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那么对于这方面的努力啊，可以说是让失智的这个问题呢，让社会各界那么更了解、更重视。那我们相信未来，那么在基金会的努力之下，那么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这个权利的保障以及更妥善的照顾。十年的努力，我们唤起了政府、学校以及社会大众对失智症的重视。我们很多见许多相关关怀失智症的专业团体的成立，我们期许未来能够成立一个专门为失智老人的教育示范中心，更期盼能够尽我们的力量来协助提升我们台湾各地的失智老人照护的品质，更期待把我们的经验能够散播到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让大家一起共同为失智的长者打造一个爱的家园。十年以来，我们在台湾地区竭尽我们的力量来推动对于失智症的认识，以及推广对于失智症的照顾。今后我们还要一本初衷，继续在这个方面来努力。我们希望民间和政府能够投入更多的这个人力物力来照顾我们失智的老人，让我们这些长者、这些受到病魔折磨的朋友们能够有一个很快乐的、很有尊严的一个年华的一个生活。失智老人基金会
变成一个火种，能够传遍整个台湾，更多的老人被注意到，他真的有这样的需要，啊，接受这样良好的这个照顾，这是我所期待的。我们每一位认识这些义工，或者是为失智老人工作的同仁们，要为他们的祈祷，祈祷他们身体健康，祈祷他们平安，祈祷他们维持他们原来的这份认知跟使命，继续的以耐心爱心来发挥在这样对失智老人服务的工作上。我要借着风中传来，吹进每个期待主的心灵，让所有全心爱主的子民